脑出血主要是让它的血肿稳定，或者血肿通过治疗已经排除，生命体征稳定，出血量、血压等等这些都不可能再导致它再出血的这种情况下，就可以进行高氧氧治疗了。如果这个患者生命体征还不稳定，还在昏迷期间，甚至还有继续再出血的情况，这种风险存在，那么我们就暂时不要进行高氧氧治疗。因为高氧氧治疗过程当中，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，它升压和降压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如果发生了意外，对我们及时救治还是不太方便，所以说一定要等到病人生命体征稳定，血压控制得比较好，出血非常稳定了，没有风险了，这个时候高氧氧治疗比较好。